一蕊一蕊白色的花蕊，亲像满天星。但是详细看，这是国际毒草银胶菊，因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真强，生长的速度嘛真紧。那是接受到可能引起人体过敏的反应。因为它银胶菊的话，就是有无性繁殖跟有性繁殖，所以速度会很快。啊，伊也结籽了吼，伊就是伊的花的安尼经济随风去飘去散。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，请各公所去调查，就是说我们辖内的一个银胶菊的数量是多少，那我们就是请委托厂商去除。因为外观有淡薄像野草，所以农业局嘛甲民众分辨的方式，野草的叶仔后面有白色的毛，而且有浓浓的香味。林胶菊叶仔后面虽是呈现浅绿色，但是无香味。因为我们所会拿东西吃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没有戴手套防护的话，就怕一些毒性就会误触到。是说要去除它，还是要戴手套？民众如果有发现的话，就通报这样子，要不然的话可能说。有每一个地方有些是少量啊，对不对？那局部说一大片的话，好像也比较少见。市府呼吁请民众检视家己厝内底土地是毋是有银胶菊。以早春开花进前防毒效果上好。若是伫道路或者是空地发现银胶菊，嘛会使通报各区公所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处理。南通新闻综合报道。